127成都商报400亿巨无霸基金突现国家队动向曝光。2015年7月15日3时56分证券18HTTP 冒号双斜线 e.chengdu.cn/html/2015 下划线07/15/ content 下划线529146.htm 向了何方？随着近期市场的不断反弹，已经被淡忘。不过，面对昨日沪指4000点关口的徘徊，这800亿元即将入市的新鲜血液，无疑成为一支不容